面对2020年的史无前例的这么一个大疫情的流行，全世界人民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英雄，其英雄当中的英雄，第一个当然是护士、医护人员，他们是逆行者，是吧？但是第二个重要的人群，千万千万不要忘记的，是哪一部分人呢？是快递员，是吧？在中国也是，有最美的快递员，有最好的快递员，也有很多精彩的快递员的故事，在美国呢也有，UPS 的这个快递员得到了小镇人民的英雄般的款待，你看到这个图上是大家开车分列在马路两边，等待着这个 UPS 这台卡车开过来，这个 UPS 的卡车的驾驶员就是这位黑人，他是小镇的英雄，他在疫情封锁期间带给大家希望，带给大家光明，所以在疫情仍然肆虐的今天，我们仍然应该善待每一位快递员，他是我们的英雄。